3001KIN2， 请问烧光了没优惠的卡片保大都是选择剪掉吗？我基本上，我有415张信用卡，我剪掉的卡片大概有快200张，所以我大概有留一半，然后一半是没有用的。那有的时候呢，如果他不跟我收年费，我就会继续留着，因为有时候，比如说像上海银行简单卡，我虽然没有在刷，但是他在2019年的第一季，他居然推出了就是任五天，这其中的指定这5天就是刷卡有10%回馈，这你就要拿出来用啊。那你到时候如果等到他活动出来，你再去办卡片就来不及了。所以我会建议大家，就是有些卡片你可以留着，对。但是呢，如果你要让银行知道你自己的不满，那你倒是可以选择把它剪卡，就打电话进去把卡片剪掉，这个是最直接表达你个人意见的方式。但是这招是绝招，就是不要再尝试用。对，我也是因为就是那个剪卡排行榜，所以就是有些银行就是不太开心的，就是你不能够一直去要求就是你的粉丝去剪卡，因为这样子银行它就是那个业绩会很难看，然后他们会很难受的。然后所以其他就是如果可以的话，你就是卡片还是可以保留啊，就不见得要把它剪掉，好不好？真的好。